感冒鼻塞，后果竟然这么严重。有几次阿姨感冒两个礼拜，鼻子红的肿的跟那个小丑一样，鼻子鼻塞嘛就不通啊，就想挖一挖，让它可以呼吸啊。就越挖，然后就发现有脓流出来，他就觉得大事不妙，赶快来看一下急诊，帮他做那个细菌培养，发现就是那种抗药性的细菌啊，那抗生素都打不下来，只好再帮他做那个清创手术，鼻子大概半边都被挖掉了。今晚10点，东森综合台32频道，医师好辣。